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科技先生的 Alex Ong。 在这影片里，我将告诉你如何在你的 HTC U Ultra 或其他开启了 Camera 2 API 的手机上拍摄更好的照片。这影片里，我在 HTC U Ultra 上使用了 BSG 的谷歌相机移植，要在这提醒你，这移植版本主要是针对小米8与 Pocophone FE 的，其他开启了 Camera 2 API 的手机也应该不会面对什么问题。最适合 HTC U Ultra 的版本是 MGC6.1.009， 就像在 Pocophone FE 那样。如果你想要知道谷歌相机的耐晒多强，你可以观看 Weekly Topic 093，我会在下方描述留下连结，或你能在右上角找到。我也会加入 Pocophone FE 的照片样张作为参考。我使用了 HTC 相机、谷歌相机与开启 Night Sight 的谷歌相机拍摄三张照片。通常在这我会告诉你 HTC 相机多棒，但谷歌真的太会开发很强的相机应用，三张照片的细节都非常的棒，但动态范围方面就谷歌相机做得更棒。不仅如此，你也能在谷歌相机拍摄出比 HTC 相机颜色更鲜艳的照片。个人来说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能够准确的还原我肉眼所见到的，但谷歌相机能够提升颜色，但不让你觉得照片看起来很假。低光方面，谷歌相机的表现最出众， HTC 相机会让整体看起来更亮，导致有光源的地方都会出现过曝的情况，谷歌相机能够更好的把全部保持在刚刚好的情况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你是否该为你的手机下载谷歌相机移植版吗？我会说，别再犹豫了，尤其你使用着小米8或 Pocophone FE。 至于 HTC U Ultra 嘛，我主要还是在低光场景使用谷歌相机。这影片就到这，感谢收看。喜欢这影片就把喜欢钮揍下去，分享出去，和记得订阅哦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